哎哥，你怎么来电话了呀？小海，你还好吗？目前还好，我得查清楚具体怎么回事才能告诉不管是什么病都不能拖延。这样吧，你搬回家里来住，我让医生过来。你。哎呀，那么大房子，爷爷不在，你也不经常回来，我去干嘛呀？放心吧，我的身体我最清楚了，如果真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再告诉你。你每次都是这样。一遇见点什么事儿，就恨不得拒所有人于千里之外。这次情况比较复杂，等我查清楚再跟你说。那你自己看着办吧，多注意身体。不管发生什么，记得自己是谁就好。哟，来了呀！你在这个破屋子待了3天，小叶，我最近不爱动弹，懒得出去。你什么时候出去？回答我。点本事啊！再来呀！我要出去。出去？就你这还海皇呢？你就是一塞水阀门，知道吗？我曾经可是淹没过整个奥林匹斯山。来，你让我看看，你先把桃花枣淹了，我看看。臭小子，行啊！我那把刀买了，你信吗？愚蠢！你真是幼稚。叶海，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女人。说点我不知道的，并且得到她的原谅。继续。没了。没有了。你在这折腾我这么几天，不是对女人耍流氓，就是插脚我的工作，然后告诉我只为了跟一个女人道歉。你现在告诉我没有了，你逗我呢？您可真是刷新了我对您情史的认识。如果你真的是菠菜农的话，那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又不是你，本少爷我只喜欢一个。刚好，可能我需要的也是这个人。滚蛋！他不是你要找的人，给我离他远一点。他怎么又出现了？